啊，忙碌了5个小时，终于吃上了啊！红烧猪蹄儿，那么好的菜，那么硬的菜，怎么能没有酒呢？哎，你这个酒怎么还带着麻绳啊？老酒。啊，好久没见过这种包装了，还是牛皮纸。哎，我喜欢喝点老酒。喜欢喝老酒啊？老酒看瓶子挺老的，好不好喝啊？你看酒花就得了。啊。看看啊，哎呀，这个酒花，我看看，哎呀，这酒花半天都不破啊，酒花可以。第一杯啊，敬粉丝。哦，敬粉丝哦，粉丝先喝啊。啊，好。然后按照山东那边，敬敬这个故人。故人跟那个天地啊，土地爷，剩下的咱就不客气了啊，哥们，搞起来，啊噜噜的，嘻，这个量，嘿，谁喝啊？人家不都说你喝的水吧？这不酒吗？啥时候喝水啊？大碗吃菜啊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。喝个一斤的这个老酒还需要喝水啊？好了哇，大家好，我是耿总啊。咱今天没有去赶大集，来到了我的快活林，在我的快活林准备做一个红烧猪蹄儿。在我们的快活林有一个规矩呢，就是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不能吃不能喝的你别来啊。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来我的快活林做客，厨师长，到，来，接菜。哎，我的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买了多少猪蹄这么重啊？我靠！啊，买了80块钱呢。你这不想累死我吗？我的天哪！这一串80块钱，太贵了吧？我靠！这一个合20啊？20多？多少钱你？20，这几个86。哦，啊，一个一斤多。对，来吧，这玩意儿孕妇吃的比较好下奶，你吃它有什么用？走走，做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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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前面那个收拾鞋子啊，可以搞一搞。哎，就会收拾我啊。哎，这么的事儿你说容易吗？来，先放上，把这个破火的猪蹄啊捞出来啊，最后冲一下啊，卫生奶奶，有卫生奶奶的样子啊。看到吗？给生活比个耶啊！刚刚好啊，从这劈开啊！哟，哎，嗯。嗨，啊，劈开了，劈开之后啊，切成小段儿，然后铆一下子，就是焯一下子，懂什么意思吧？焯一下子啊，再把它劈成小段儿啊。好，在这儿啊。开了啊，看吧，劈成那小段啊，回来改个刀，铆一下子啊。嗨，好啊，把这个劈好的猪蹄儿焯下水啊，哎，焯下水，等一下，水开了之后打下浮沫啊，嗯，卫生奶奶啊，自己吃的啊，不能糊弄啊。焯好的猪蹄儿捞出来啊，焯好的猪蹄儿。哦，乳白色奶白的啊，辣椒油，油，少加点油啊，少加点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猪蹄油特别多啊，一炒就油就出来了啊。做到什么程度？做到就是固和成小料就可以了。和成小料就可以了。加入调料啊。先加入花椒，鲜花椒，哎，桂皮、树皮，哎，葱姜蒜，
葱姜蒜，哎，来葱姜蒜，哎，稍微煸炒一下，炒出香味儿，加点八角，哎，加点八角，少加一个油锅，不要加那么多啊，调料适中不好啊，天然调料可以加点啊，加点麻椒，麻椒稍微一点，够啊，一点就够啊。好嘞，炒一炒啊。把这个猪蹄儿放好水的猪脚，猪脚放入锅里，放点姜，放点水。哥们啊，忙碌了五个小时，终于吃上了啊！红烧猪蹄儿，那么好的菜，那么硬的菜，怎么能没有酒呢？哎，你这个酒怎么还带着麻绳？老酒。啊，好久没见过这种包装了，还是牛皮纸。哎，我喜欢喝点老酒。喜欢喝老酒啊？老酒看瓶子挺老的，好不好喝啊？你看酒花就得了。啊。看看啊，哎呀，这个酒花，我看看，哎呀，这酒花半天都不破啊，酒花可以。第一杯啊，
敬粉丝。哦，敬粉丝哦。粉丝先喝啊。啊，好。然后按照山东那边，敬敬这个故人。故人跟那个天地。啊，土地爷。剩下的，咱就不客气了啊，哥们。搞起来，大噜噜的。嘻，这个量。嘿嘿，真喝啊！人家不是说你喝的水吧？这不酒吗？哪受喝水呀？啊！喝菜啊！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。喝个一斤的这个老酒，还需要喝水？啊！这个小雨滴淅沥沥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看看，这油！哎呦，这你看我最，哎呀，最漂亮啊！油汪汪的，最好啊！我尝尝啊！啊！确实，盐放了吗？哎，尝尝好的不好吃不就行了吗？放不放盐呢？嗯。哎呦，喂，我看挺香。嗯，透了吗？透了。味道怎么样？刚刚的。可以吧？哎，一个人吃饭喝酒是多么的寂寞。嗯。要是有粉丝朋友，来自。直播间的大哥来一块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那就太棒了。欢迎五湖四海的哥们啊，来我的小院耿总的快活林，咱们一起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快意恩仇啊！欢迎大家。嗯，今天的视频要给大家说再见了啊。好嘞，哥。